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，李佳琦是谁 ？Everybody， 你们的魔鬼又来了！这支尺子，真正的国货之光，全球每天卖出1600万只，手感非常顺滑。Oh my god， 太顺滑了吧！我的天哪！而且搭配这样一支橡皮的话，这两个色号给你们放在一起看一下，一个鸭屎绿，一个是雪白，真的是绝配，真是好看到爆！而且同等价位里最适合小学生。接下来重点来喽，小助理拿下特别限定新华字典，每个书店限定20本。天天好不容易帮你们抢的好多字，你看这个字典，我的妈呀，太好查了吧！而且这个字典是真正的烂番茄色，最重要的是质地非常轻薄，一点都记不住，真的是一点都记不住。总而言之，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！如果李佳琦去卖文具，文具会不会涨价？今天给大家种草的号称色好最全的订书机，这家公司历史非常悠久，100年老店，只差99年。熬夜黑，非洲黑森林，写真皮，学霸必买，好看到无法呼吸。哇哦，剧毒蓝，天哪，上头，好好看呐、啊！上流社会的感觉，王子才能驾驭的颜色 ，Amazing！ 西班牙顶级设计 ，Mr. 西藏 Priest， 量身定造。接下来厉害了，全球限量，小助理披头散发为大家抢到减肥胶带，色号12315，上火黄，浮夸乡村田园风。拉开以后，皇帝的新装色，颜色百搭，不挑人，太透亮了吧 ！Oh my god！ 减肥贴怎么用？这触感太保湿了吧，超好用，不推荐。今天小朋友，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你的魔鬼又来咯，哒哒，我把你从小学到高考的所有教材都买回来了，哈哈哈哈，这才是真真正正的国货之光，热销几百年，全球卖出几个亿的四大名著，这还是高级的文言文版本，你值得拥有。重点来了，人生必经的两个阶段，一个是快乐城，一个是伤心子。哇哦，你看这两个颜色在一起，我的妈呀，绝配！这本书的味道。哦，上头了！你看这道问题，我的妈呀，头皮发麻。哦，对了，小助理拿一下，帮你准备了四国语言，让你成为 international boy， 全球仅此一套的新华字典，吐血红来喽！这本字典质地非常厚重，什么都查得到，让你查了一次，一辈子都忘不掉。Oh my god， 这个字典太好查了吧！买它，买它，买它！谢谢佳琪大哥哥，你送这么多学习材料给我。Perlog Fan， 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一阵仙气。四大名著的色号也非常齐全。我的妈呀！就在刚才，我才知道魔鬼不只是一个形容词。作业来得太快，像龙卷风。五一的作业本来都快做完了，生活总是充满变数，世事难料。就像我这样9岁的小朋友，又有谁能想到2年前的我还只是一个7岁的小孩子呢？真的好开心，毕竟离高考我只剩3323天了。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邮费不要到。这个就是我吗？陈立宇，福建省芳华越剧团一级演员，工于小生，在本届梅花奖参演剧目《还原之后》中饰演施以生。请帮提名，请帮提名从花丛，他的刚刚荣获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3+。我妈是个福建的越剧演员，刚开始的时候她不会说浙江话，学习特别困难，但是上帝给你关上一道门，还会用门夹你的头，剧本不是这么写的吗？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，妈妈的努力得到回报，谢谢支持哦。抖音